板，我们这个火锅呢还是有点辣的，你帮我弄一个蛋糕来吃一下好不好？解解腻，解解辣。锅面太热了，不去了。是啊，给你加2块钱小费。好的，马上回来。休息，带我来城里逛逛。这可是高档地方，不适合你男朋友，穿得太邋遢了。你还是让他回乡下吧，太丢人了。老婆，你等我一下，去趟洗手间，马上回来。罗蒙天丝垂感长裤，有弹力，倍有范，经典就是自信。精粹进西装外套，一粒扣设计，羊毛面料，帅气。老婆久等了。哇，真挺帅啊。老公，走，我们去吃西餐。老公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帅的衣服啊？我真身不贵的，都是在唯品会上买的。这些大牌单品100左右就能入手，因为他们都是直接跟大牌官方直接授权合作，价格便宜，有时间也给你买几件。打开唯品会搜索岳老板，就可以找到视频东莞，还有更多大牌低价等着你。老婆走，我们也去吃西餐，别人有的你也要有。西餐好吃吗，老婆？谢谢你，老公。快吃吧。老婆，等我很久了吧？走，回家。老公，我也想吃牛排。可是我们这个月已经超支了，等我发工资，我一定带你来吃。可是今天是我生日，我就想吃一顿西餐。行，交给我，先回家。老板，两碗牛排。等一下，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老婆祝你生日快乐。老公，谢谢你。妈，我要去城里见网友。你别说话，就网恋，不能去。妈妈。
没事，我来搞定。不好意思，你们乡下不能进去、啊、我们是从乡下来的，今天是孩子生日，我想带他吃点好的，就让我们进去吧。真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餐厅的规矩，快走吧。听我来，跟麻将交用一下，再来点腮红吧，忍一下。你好，王总，要不我们先上老板办公室吧？哟，这不是我前男友小李吗？还是这么邋遢？原来你喜欢这样的，还喜欢穷的。这样吧，来我公司给你加入一下。哎，岳总，您看，咱今天下午这场直播活动，我们能合作吗？李总，你决定吧。看窗外的世界，繁华喧闹的。